现在呢给它加开，哎，看这个程度。朋友们大家好，今天呢我推荐的菜品叫煎蒸肉圆，来用心做好菜，吃出健康来。先看一下啊，三个鸡蛋是配料，三肥七瘦肉七两啊，葱姜，先看我做一下葱姜水啊，加入盐味精啊，这个要咱们调馅儿用，刷碾一下，发滑了就说明这个葱姜味下来了。好，蛋液，加入到这个打容器里，接着呢把这个肉馅啊放里，三分之二，葱姜水，打至粘稠就可以了。咱们先看啊，用打容器啊把这个肉打成猪肉胶了啊，又叫泥子，肉泥子啊。现在呢我们这么给它搅了，然后呢里面少加上一点花椒面，不要多啊，这些把它搅成粥糊状，下热水锅中给它汆熟，直径呢是4公分大丸子啊，来朋友们看啊，现在没有开锅啊，始终在上面飘着啊，它一热就能飘起来啊，现在呢是半熟啊，现在呢咱们把这个鸡蛋啊，这是个全蛋，两个蛋黄，这样的话呢就是煎出来这个颜色肯定好，把这个丸子啊别煮全熟了啊，这样往锅里一下，拍这层粉呢是面粉啊，拍粉脱蛋啊，这个蛋不好脱，脱不好呢啊，顶上那个有粘不着的地方是不可以的，哎，这样往里一下，最后还剩点蛋液全淋到里面啊，这样就可以了，别煎糊了，拿下来，这种小火煎半分钟。来朋友们往前来看一下啊，我这个方才呀 啊看这些油，刚才这个我做个失误的事儿，我啪就翻勺了，没录像啊，咱没看着啊，下次再看，翻勺不是问题。把这个油呢要控净，现在呢把葱姜这样，然后朋友们咱们兑一个汁儿啊，往里一放，看一下这水啊，清水是一两啊，当鲜汤了。这是盐，这是味精，少许点糖提一下鲜，搁一点老抽，材料油，来朋友们咱们看啊，开锅了，现在呢就叫旺火啊，10至15分钟，像我这个得12分钟，丸子要比它再大一点的话就得15分钟啊，咱们掐好时间12分钟，来朋友们咱们看一下啊，把汤汁逼出来，好，朋友们我尝一下这个汤啊，看着咸淡，
咸淡味儿正好啊。你要是在家做这个菜呢，咱们因为啊，就是这个咸淡口要正好的话，你就不用再回勺了啊。所谓的回勺呢，就从把这个汤汁调一下啊，这就可以啊，咸淡口正好。好了，朋友们看看，看看这个质地怎么样啊？现在呢，给它加开，哎，看这个程度，我再尝尝这质感怎么样？非常非常的好。啊，色泽呢金黄美观啊，入口呢蛋香和肉香味非常十足，并且质地非常嫩啊，这是这个菜的特点，是吧？这不过节了，给老人做个这个菜啊，让他尝尝，保证高兴啊啊！如果要是咱们年轻人吃啊，可以把丸子不用打这么碎，剁成馅儿，用手抠的这么一抠，一个一个摆到锅里一煎，煎完啪一个翻勺。再煎，两面煎至金黄色，往上一放，上屉一蒸，哎，吃的口感和这个就俩口感了。那个呢，颗粒比较大，有嚼劲儿，这个没那么大嚼劲儿，但吃的非常香。好了，今天就说这么些，有什么需要呢，在我最新视频下方留言。谢谢诸位观看。